大家好，我是利嘉阁上水中心分行的 Martin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高尔夫御苑七座高层 J10 单位，单位实用面积277尺，是属于开放式的设计，大家上去看看。一开门，首先是一个玄关的位置，右手边可以摆放鞋架，方便出入。往前行少少，是一个四方实用的休息位置，楼高大约 3.45 米，完全没有压迫感。善用高楼底的优势，可以考虑加设地台，或者向高空发展，增加单位的收纳空间。露台望出去是开阳的远处楼景和山景，同埋绿化的树林空间。单位是属于开放式厨房，厨具方面都是采用德国的著名品牌 Mina。 开放式厨房上下都装有厨柜，有充足的储物空间。雪柜、洗衣机、明火煮食的炉头都是采取嵌入式设计，悭翻不少摆放的位置。洗手间的台面和地下都铺设云石，再配搭长身的饰垫，显得非常之高贵优雅。洗手盆上面有一组的饰物柜，周边亦有一些灯饰和金属边作为配衬。后面是内设插梳位置，是方便摆放一些电器产品。一组柜入面有多层的层架，方便收纳或者摆放饰物。单位是淋浴式的花洒设计，方便有坑位。墙身方面高雅之余，又易于清洁打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要看这个御苑开放式的单位，欢迎联络我。我是利嘉阁上水中心分行的 Martin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